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啊！平安。连三桌耶，总会这样。好，感谢主。每次上课啊，我想我都会再一次的一个强调，为什么基督信仰里面特别会强调基要真理，那是非常绝对的、直接的、强烈的。上帝的自我显明，然后我们的课教认识异端也是必要的。基要真理的一体两面啊，就是正面积极的认识上帝，因为只有认识上帝，人的生命才是意义化的开始。价值观必须在真理当中啊。前阵子选举啊，说什么月亮跟着什么土地跟着月亮，好，那基督徒只能跟着真理走，跟着神走，叫与神同行。人的生命意义，我在说，必须要在神的真理当中。真理不是抽象的那个什么物理啊、化学啊、数学啊、宇宙什么奥秘啊。我告诉你，圣经讲这个救天救地，将来都会因为人的罪带来的玷污都要过去，所以到新天新地的时候，不受时空限制，我们今天人类发展的一切文明的科学，无论是物理、化学、天文学、什么量子力学，在主的国度里完全归于无有，数学都没有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数学是必须在空间里面，历史是在时间当中，可是将来在新天新地的永恒，它是一种动态的永恒，在上帝的荣耀当中的彰显，那个真理的唯一根基只有在基督的身上。好，所以感谢主，所以真理具有绝对的绝对性，真理是有绝对性的，所以我们叫认识，就是叫基要真理啊。我想你们可能有些同学有修过的啊，那我在讲认识异端，一定要在复习基要真理，所以我们前面有两堂还三堂比较多一点时间琢磨，但是也没办法讲得这么完全啊，因为我们的课叫认识异端嘛，所以我先就点到一下啊，基要真理。好，那我每次都要打这个底，因为有时候新耶稣信了好多年，说实在话，有时候讲出信叫你分享信仰哈、啊、盼望的缘由，还是五傻傻，神是爱，是神是爱，可是那个爱，我们讲不出来。我们有那个感觉，有那个 feeling， 有那个感受，与神同行的这种美好的奇妙的经历，但是说不清楚啊。而阿嘎维的爱，神是爱的内涵里面，那个真理一定要知道。所以我把圣经，我自己容许我做这样一个归纳，我神学把它分成三类，对不对？好，圣经神学、系统神学、实践神学啊，当然还有什么历史神学啊，还有什么教育神学，还有很多啦。但是我觉得这三样是最根本的。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，一定在初信者的阶段打下根基最好。万一初信，你说牧师啊，我信主是30年前的事了，多少年前的事了？可是没关系。从现在起打下根基，如果你才刚刚信耶稣一年两年，更要打下根基啊！因为我们最怕就是过去别的你曾经信过的宗教，那个教义有时候会先入为主，可是你不是故意的，但是不小心它会跑出来，好像变成基督教的要义。好，所以一定要心意更新变化，那个价值观就是整个旧的抽掉，把新的准确的真理的放进来，所以基督徒因为真理而得自由。
好，千万不要以为哈读不读经没关系，牧师讲道不得，我只要接收结论就好了。我告诉你，牧师走错了呢，牧师走错了呢，就瞎子领瞎子咯。基督信仰是同感一灵哦，啊，好，那但你有些不了解的地方问牧师，牧师当然会引经据典，我们所讲的话要有所本，根据圣经嘛。但是当牧者以神的话来教导的时候，我们就要阿们哦，啊，不要还是坚持己见哦，因为，好，我说神学啊，两个就是我先简把这个讲一下哈，神学我两个定义，一个是学神。与神同行，第二个是使人得救的学问，这个叫悟道，对不对？与神同行是灵修啊，内置生活，悟道就是使人得救的学问啊。你不要说耶稣啊，你来教会，我们布牧师跟你讲福音就好了，不是的，你要将你盼望的缘由说清楚、讲明白，而分成啊，神学分成三个部分：圣经神学，所以圣经要读通的，66卷谁写给谁讲什么，你要知道的。好，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把这66卷书整个的归纳之后，产生我个人啊，每一个牧者、神学家或者是圣经学者都有不同的归类，我分成9大论，谁记得啊？谁会背？虽然考试不会考这个，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。你所有的神学架构都建立在几乎都在这9个部分里面，然后3个3个3个为一组啊，神论、基督论、圣灵论一组，人论、罪论、救恩论一组啊，然后教会论、天使论、末世论一组。上帝透过他的自我彰显的真理呈现，大概可以归纳在这9论当中。那个论就是认识，动词就是认识，神论就是认识神。基督论就是认识基督，圣灵论就是认识圣灵。好，那这是圣经神学，而实践神学是信仰生活化的落实，将你对圣经66卷书的了解，加上归纳之后的圣灵这个系统9论，在具体的生活中的呈现。好，这个很重要啊。所以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基础之后，真理使我得以自由，生命心意更新变化。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虽然有委屈，虽然有难过，但与主同行的过程有盼望。尸体反被打死的时候，哎呦，好可怜啊！信耶稣那么惨啊！不要信了，不要信了，那个炮出来了，人家羡慕，羡慕。他的遗言就是看到天开了，对不对？只有他看到嘛，谁领受？只有他被石头打死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最后的遗言，你可以讲像那个人家石头打他的时候，皮绽露开，可是脸上充满了荣光，看到神接他回天家。很可惜以前还没有摄影机，不然哇，大家期待啊，期待啊，有荣光的啊。所以基督徒啊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炮是成，这叫圣灵充满。圣灵充满不要只追求外在现象，圣灵充满追求的是，圣灵充满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将我们从堕落的背景里面回转，恢复起初神的形象样式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好，所以当牧者讲出真理的有根有据的时候，要阿们哦。那同样的，我们说是同感一灵没错，所以我信圣徒相通，对不对？很多教会都会读使徒信经，不要读完就忘了哈。我信圣徒相通哈，然后呢啊，我们牧者按着神的托付，因为是神的拣选啊，感谢主哈，所以教会被建造起来了。所以真理具有绝对性，所以呢，被另外一个部分认识异端，因为有人走偏了。那我怎么知道他走偏了呢？我明明火车站前面这条叫什么路？大成路，是不是？火车站前面大成路，哎，可是他走到了大平路。哎，我刚2年前买房子买到杨梅的时候，那我这个人呢、哦，常常是糊里糊涂的哈，做事情粗心的。我说，杨梅怎么有一条路叫太平路呢？那什么名字不好取？我们觉得太平不是不好嘛，也有太平洋嘛。
可是那种感觉被想到太平间了，怎么会有条马路叫太平路呢？哎呀，每次开车骑车经过，怪怪的，因为我从杨湖路出来到火车站会经过大平路嘛，但是每次都是，哎，那个晃一下眼睛，瞄一下，哎，怎么太平路太平路？后来有一天好好看，等车，等红灯，哦，大秦，你看，哈，初心明明对的在那里，可是我会把它想成错的。这使我想到，有时候我们读经祷，读经读圣经灵修，神的话没有错，可是路我眼缘的却读错了，对不对？我路标绝对没有错，大秦路。可是到我眼睛里面，我还纳闷为什么叫太平路。同样的、啊，圣经对不对？上帝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清清楚楚。可是读到我的脑袋里面呢，做了别种解读，变成普救论，神爱世人呐、啊，所以不管什么宗教都一样的嘛。糟糕了，他只抓这一句，他把所有的圣经都拿掉了，只剩这句：神爱世人。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没了，神都给他们，不管是犹太教、印度教啊、密宗啊、仁波切啊，关于什么教，也不管你信不信他，上帝已经把儿子赐给你了，你都得救。糟糕了，前几天我们台湾又一个世界第一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我们真的是，哎，这种世界第一不要也罢，这有什么好第一的呢？这个第一叫世界这个堕落第一呀、啊。啊，我要说，不是基督徒为了反对而反对。我们今天讲认识异端，我告诉你，当有教会认同，有的牧师还出来支持同志，这是神的爱，上帝爱同志，同志的行为是正当的啊，是怎么样的？我告诉你，那已经不是异端的问题了，那个叫邪教。圣经明说，索多玛、俄摩拉就是因为同性恋，天火焚城。罗马书就是讲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逆性的用处写得很含蓄了。什么叫逆性？上帝的创造就是造男造女，结果逆性的用处就是男跟男，女跟女，对不对？所以网络很多笑话了。有一天呢、啊，啊，那个有两对两个家庭要来参加婚礼啊，哎呀，我家的阿明到底是新郎还是新娘？那隔壁呢？那另外一个说：“对啊，对啊，哈、啊，你家是阿明哈、哦、啊，那我家的是假设的、啊、是阿成哈、哦、啊，我家的阿成也不晓得是新郎新娘，哪一个是新郎，哪一个新娘，搞糊涂了，对不对？男的跟男的结婚，女的跟女的结婚，这种人权是堕落的人权，啊，当然关起门来，我们在外面有时候怕人家误会，啊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权的基础。”不是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啊！我们说不要妨碍第三者，我告诉你，这怎么会没妨碍到第三者呢？啊，以后艾滋的传染可怕的不得了，同性间在神所赐福的男女的婚姻爱情的里面，在那个性的关系里面，不会有任何差错，同性会产生差错，会有艾滋病，黑就世界是黑死病，没尿医的。会蔓延的，会接触传染。假设先生在外面乱来，同性恋，老婆会感染，你的孩子、父母、一个家庭，对不对？这种接触传染很可怕的，怎么会没影响？好，所以求主保守我们。所以我们说，基督信仰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受造，所以人权的基础在神的形象样式，圣洁的恢复。今天这个时代就是不要圣洁，这个时代就是要 sex， 越性感越好，脱光光好了，以后满街都是这种看起来几乎不穿衣服的男男跟女女，你受得了吗？我们的下一代，对不对？如果总统也是这样的，我穿这样上班可以吗？好，圣经强调一男一女，那以后违反圣经会不会违反宪法？圣经就违反宪法，圣经违反宪法，基督教这本圣经就是禁书。是啊，违反宪法，圣经只强调一男一女啊，还说同性恋会天火焚，会天火降下给他烧死，对不对？罗马书密信的用处，神要刑罚，将来要大审判，下地狱，这什么书啊？违反宪法，
藐视人权，藐视同志人权。你说这本书要不要被禁起来？被禁起来哦！我告诉你，启示录都写得清清楚楚了，但是我们挡不住，我们能延缓就延缓，延缓不是叫我们喘口气，延缓是为了传福音。啊，我上个礼拜有说，万一我跟杜牧师因为同志的问题坚持，我们坚持圣经的立场被关起来了，啊，要记得哈、啊，我不晓得杜牧师喜欢吃什么。你带点盐酥鸡可乐来看我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因为我们讲异端不是外面人的事，我说过异端就是教会里面产生的。当同志运动产生的时候，台湾教会界明显的异端产生的，邪教产生的，当然不一定叫邪恶了，但是乱来的时候就是邪恶了。我现在先用另外一个邪教来称呼他，倾斜的邪，神的真理不清楚。你读了神学博士又怎样？今天很多的神学走，因为它要发展嘛，啊，新的东西出来嘛，那教的不能老是教19世纪的神学、20世纪的神学，我们21世纪后现代，对不对？不是已经大众化，也不是小众化，是个体化、个人化的一个时代了。那什么神学啊？哪有什么准确真理啊？他们都采取一个相对的处境神学，所以上帝爱同志，我告诉你，新的异端台湾产生了，合法。而且他不受宗派约束，长老会有啊，信誉会有啊，圣公又会有啊，对不对？目前我看贵格会还没有啊，对不对？这是血淋淋的一个新的异端，透过法律途径成立了，教会认同就是新的异端，新的异端，而且对不对？违反圣经嘛，违反圣经，他牧师可以为同志证婚啊，这不是异端是什么？啊，所以我教异端的课，我必须要讲活生生的异端，我们见证了这一时刻，多少难过，对不对？多少感叹？好，因为有绝对的真理，因为要认识异端，就有绝对的真理做一个对照表，对吧？我今天走在，我说我要到火车站，可是我不走大城路过去，对不对？我走中山路，平行的。有中山路不会到嘛，你进去的就内湾了嘛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叫虎口啊，哈，虎口哈、啊，我最近啊这里还是不熟悉，哈哈，对哈、啊。我今天这个因为有一个认识的一个传道人哈、啊，他师母开刀，我想去看看他师母开完刀，就一逛就逛到上次杜牧师带我去吃的最好吃的牛肉面店了。他家就在他附近，结果忍不住先去吃一碗呢。哎呀，好，这个异端无关。好，所有的宗教都会强调他有他的好像这个名门正派，外佛对佛教来讲一贯道是他的异端，你了解我意思吗？好，道教来讲他们觉得一贯道也是异端，你什么都有啊。啊，没有一个宗教是什么好的，抓一抓都变成他最对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不能到处乱认爸爸的，爸爸只有一位。好，耶稣，我们的信仰不是阿爸，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神。你这是什么宗教？嫉妒人家的宗教？这个不是嫉妒的问题。我的孩子叫我爸爸。因为全天下只有我是他爸，你说我这个老爸会嫉妒别人当爸爸吗？人家的爸爸是别人的孩子叫的嘛，我的孩子只准他叫我爸爸。那你说基督教很阿爸，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用今天的话讲，儿子啊，除了我是你老爸，你没有老爸啊。哎，除非哈、啊、你认几个干。基督信仰也没有干爸爸，对不对？除了我以外，你不能有别神呐、啊，就是这样。这个不是嫉妒的问题，不是什么叫宗教心胸狭窄的问题，因为真理有绝对性，真理有唯一性，一就一啦，二就二，没有模糊的啊。好，所以呢，再一次强调哈，好，在这个部分，然后五个唯独谁会背？好，真的这个。很最重要的根基哈，教会历史上整个的基督教建立在五个唯独基础上：唯独恩典、唯独信心、唯独圣经、唯独基督、唯独上帝的荣耀。
少了一个唯独就不是正统的基督教。因为我们今天既然叫基督教，是表示有一个传承，而这个传承是在历史里面发展，对不对？被确认的，这个叫基督教。如果你跟这个五个唯独少一个，那个叫天主教，你懂我意思吗？那个叫摩门教，那个叫耶和华见证人会。你不要觉得我的马牧师啊来这边混的啊，每次上课都要提一下，用几分钟提一下。我告诉你，重要的不得了。我每次讲道前打钉子，敲啊敲啊敲啊，再进去得再进去一点。啊，今天这个时代，很多的教会似是而非了，讲神是爱，可是那个爱的本质不是阿嘎贝，是人际关系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要很小心哈。好，我们还是动作是你那里比较快，你帮我抓啊，抓到那个。是200多月。对对对，你帮我直接跳过去好不好？所以啊，我们这些基础，只要因为你有绝对真理装备好之后，你一个对照组来，马上可以判别他的错误在哪里，是吧？就像认路嘛，有人走到中山路就是走不到大成路。哎呀，请问一下先生，火车站怎么走？那我们知道火车站在哪里啊？你待会哈掉头，然后左转直走就对了。好，看到一个地下道，上面就是火车站了，就清楚，因为我们知道嘛。好，那假设呢，他今天在内地啊，我说内地还有一段路哦，你不可能马上到，我们走路一定要坐火车哦，或者你有交通工具，走路走不到。因为我有一个绝对的对照组，我知道杨梅火车站在哪里，所以它不管在哪里，它产生异端了，异端就偏了嘛，异嘛，好，偏了另外一端嘛，我在这里，它在那里，叫异，另外一端嘛，异端嘛，所以我马上对这个坐标马上知道是 A B C D 哪一个象限啊，东南西北哪一个位置啊 ，A 啊，这个以前我们数学都学过，对不对？啊 ，X 轴、Y 轴，哎，他在这里，我告诉他要这样走，他在这里要不要这样走？马上给他拉回来，马上要拉回来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认识异端不是定罪。我再说，新约时代不是叫我们去定罪异端、异端、异端、异端，这是抱着成见。我们认识异端是挽回、挽回、挽回、挽回，啊，因为福。新约时代就是福音时代，传福音不是传祸因，不是定罪。上帝要我们传福音啊，而不是叫我们去定罪。定罪是一种审判，审判权是上帝，上帝没有把审判权给人，所以人可能会委屈被关，委屈被人家嘲讽，委屈被杀，委屈被人家如何如何，但是我们没有审判权。所以启示录说，主啊，你为我们伸冤要到几时呢？圣徒被杀了，那是殉道者啊，殉道者的灵魂，对不对？在跟耶稣说啊，可见将来啊，就算在他们现在乐园里嘛，有声音说啊，有意识的，你不要以为啊，到了乐园哈、啊，下了不信主的下到阴间是没有意识状态的，不是啊，哎，是一个有意识的状态，也有情感的，所以。那些圣徒殉道之后讲出来说，主啊，你为我身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？有一种不平衡，因为人有公义性，我觉得我没做什么坏事，为什么被杀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认识异端，一个很重要的大前提，你一定要认识真理，只有真理才使我得以自由，而这个自由不是今天时空，我们在这个人类犯罪之后的历史的时空里面啊，那个安逸的日子，那个自由是在永恒中享受神的荣耀。可能世上的生活你会有点逼迫，因为还是有十字架啊，背着十字架跟从主是在主再来之前要背的，之后呢享受他一切的荣耀。短暂的时光如何跟永恒相比？你要短暂的还是永恒？可是人呢、很短视，我们在时空里面，暂时的时空里面，我们总是想到暂时界，我们很少想到永恒界。所以信耶稣得永生，那很多基督徒会很抽象很模糊，信耶稣那个永生应该是最具象的最具体的。好，
那我们上次也有提到啊，这个初代教会啊，初代教会的异端，我会很快的走过啊，不是说我就这样子啊，不是，因为我们讲到现代的异端都包括。好，我说过，教会历史上前300年发生的异端，到今天持续发生。太阳底下无心事，人会想到的合理的，帮上帝解释的，解释他三一真神的，解释圣灵的啊，解释耶稣的啊，解释人人想到的都差不多。古人跟现代人不会因为他有没有受教育，人的脑袋瓜是一样的。我们以为受了大学教育、博士研究，那个很多只是叫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，因为上帝赋予人管家的生命、管家的身份，所以人犯罪了，管家的身份没有拿走，那个管家的身份管理大地嘛，只是人不当主人，当了人不当管家，要去当主人嘛，变得恶主人嘛，好，坏管家嘛，好，是这个意思哈。好，那上次我们有哈看到，所以也有一个敌圣灵派，因为当时灵恩运动太离谱了。我们上次有提到，好，基督徒一定要知道，唯独圣经所有的灵恩的圣灵充满的情况，必须要符合圣经啊。我们用神学的话讲，叫经训。啊，不是那个军训，立正稍息，有军官的那个军训啊，啊，经训哈，啊，就是圣经的训导啊，教导，所以要符合有圣经基础。所以你读一些灵修的这个属灵的参考书，有时候我们看不下去啊，什么写两句后面夸号啊，以弗所书2:3啊，然后呢又写个两句啊，马太福音6:8啊，我们总是看到一堆经文啊，很烦呢。我告诉你，古时候的人是这样做学问的。我讲的每一句话如果形成教义，我必须有根有据，对不对？后面还挂好一堆经文，不是一处哎，写一处就好了吗？我们有时候我们做神学生的时候偷懒啊，要写报告嘛，就一处经文概括，不行的，有好多经文，这里看这里看这里看。所以你看那些比较易的属灵的书籍，神学类的属灵书籍，我告诉你，括号下面那个经文都重要的不得了。如果你轻忽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只是想看人家的结论，你根本没有所，你以为有所本。如果那个经文乱写呢？曾经有一次伦理，基督教伦理学那个老师哈来上课了啊，在之前的一堂课说，同学下个礼拜啊我们要读罗马书17，你们先温习。结果下个礼拜来了，同学啊，上个礼拜有听我课的啊，有读罗马书17的啊，待会都加1分啊，有读的举手啊，一半的人都举手。老师说今天我们这堂课叫说谎，因为罗马书只有16。讲到这个啊，好，我要跟大家讲啊，那我们最后一堂课有一个简单的测试了哈，那我会在前两周会把题库给你们啊，我准备好之后你们就看熟啊，或者我下礼拜来得及就先给你们，我那天你们就连连看圈叉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只要你能够有概念啊，有概念啊，那个是我讲到最后的精华了哈，精华就是一个结论的哈。好，那你只要看有看，你大概就会黏啊，基本上都很容易的，很容易的啊。好，那在初代教会有一些人看到灵恩运动过头了，我们小心今天这个时代一样的，哇，奉主名的宣告，可是你知道宣告两个是不能乱讲的，对不对？我上次有稍微提到，若没有神说过的，你怎么可以乱宣告呢？皇帝没有讲的，你这个小太监敢说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吗？不行啊，你怎么假传圣旨啊？所以我们的宣告是按着神的真理宣告，而讲基要真理，那个叫宣告。宣告神是三一真神，宣告基督神的恶性，宣告圣灵应当我们进入一切真理，宣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所以教会不是组织架构，学不学气管无所谓啊。有时候一些同工说牧师啊，你看那个以前那个赛克或那个香港的教会、新加坡的教会、韩国的教会好大，他们很懂得企业管理呢，我们教会也要用这一套。我告诉你，别人是别人，神的家，谁说什么企业管理？我们比企业小啊，我们是企业啊，我们做家族企业的，不是啊，我们是圣灵管理，我们是圣灵引导，每一个教会都有它的独特性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教会不能用军队管理，
教会也不能企业管理，教会也不能学校管理，教会也不能什么工商团体的管理，教会也不能什么这种你想到用最好的哈那种方式管理，不行，教会只就是基督的身体，而他是头，在神整个的古往今来大而终之的教会的里面，我们可能是基督身体中的一个部分，可能就指甲啊，可能就一个鼻子哈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构成基督的身体大而攻之的，但都要符合圣经真理，不是比大，比大是一个复兴的误解。好，比人数多是一个复兴的误解。是，当然，如果神要他用这个方式，但你不能拷贝。如果他是因为圣经里面看到的教会都有它的独特性，双胞胎也有它的差异嘛。对不对？你安提阿，你说军队好，那难道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？可是我觉得，如果它有位阶，它比较大，我不接受，那个叫天主教，又回到天主教，基督教的天主教化，因为我们叫同感一灵，家没有说老公最大，没有吧？他可以当家长，但他不一定最大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用钱还要跟太太拿吗？啊，没有，我把杜牧师的秘密讲出来了，没有，很多人的秘密啊，这样子，好，开玩笑哈，同感一灵，因为都是家人，都叫弟兄姐妹啊，我最怕，当然要有组织，但不要组织绝对化，好，这个不多讲，因为很多的极端的教会很高度强调效率导向，集权哈。那所以我不是这么鼓励用军队的方式啊，我不鼓励哈，但是如果有些人他们觉得用这种方式可以啊，但是我们也看到他啊，另外不要以大，因为神要的是国度啊，国度是最重要的，不是比金鱼缸里面谁家的金鱼缸鱼比较多，然后那个牧师就比较厉害，没有这回事。我越来越觉得，越是在一些偏乡的地方，一些牧者，尤其那些老牧师、老师母，我敬佩他，我一定尊重他，因为他们最忠心、最辛苦，永远是老的跟小的，年轻人都到都市去了，很多都市教会捡现成的。对不起啊，我知道有摄影的，但是我必须要说，看到教会还你觉得你教会还算大的哈，你一定要帮助偏乡教会。编点预算给他们，派短宣队义务的去，对不对？他训练的孩子青少年考大学跑到台北去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加入教会捡现成的，可是辛苦的是老牧师师母啊，从儿童主日学陪伴呢，是不是啊？不要把教会名牌包包化，我是什么什么教会，你看我拿的是十几万的名牌，我这个三十几万，教会什么时候用名牌做标签呢？牧师也不能用名牌做标签嘛，啊，所以教会不能消费化，那个变成极端，甚至当异端。你以为极端异端就是我的课里面这些内容啊？很多时候都在我们生活的具体生活里，很多都是可能以为名门正派的教会，啊，不能讲太多，有录影。忠心良善有见识啊，准确的讲神的话。弟兄姐妹存敬畏的心，哪怕你讲的真理，牧师啊，你讲的圣经神有66卷都通了，你讲的基要真理哈，7统9论，我都已经武功哈练好了啊、哦！我告诉你，因为你骄傲，你也是异端。圣经的真理你都守了，你不传福音，你也是异端，因为你没有遵守神的话。神不是告诉你把圣经背起来，神是告诉你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有行动，有装备，做门徒要教导。用什么教导他做门徒？神的话做真理，所以两部分有没有？神的真理的基础，第二个要有行动。所以你空有神学知识，而你不行动，你也是异端。有些人有行动，但乱讲一通，异端。所以要传福音前要有装备，啊，要有装备，你才能使人家做门徒嘛。不然你糊涂，你带出来的都是糊涂。对不对？好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来做，去使万人做我的仆徒吗？没有嘛，是做主的门徒嘛。而做门徒，你必须要有主观的经历跟客观的真理。主观的经历就是你得救的见证，
如果你得救的见证讲不清楚，你也很难传福音，因为你讲的绝对讲不到要义，因为得救的见证是讲我是一个罪人，对不对？得救的见证分析完之后，一定有几个因素：我过去是一个罪人，耶稣的恩典，我接受他做救主，我得救了，然后我之后的改变，这个是得救见证，主观的经历，你的我的一定不一样。最后讲到客观的真理，客观的真理就是要花功夫了，只有这本圣经不厚的，不要以为这样哦这么多我都昏了。我告诉你，还好你信的是基督教，你信佛教你看看，你读不完。大藏经多少？什么经多少？什么经多少？好、哦，还文言文呢，还放，对不对？感谢主，神的话语，这个叫特别启示，两个一定要加起来。好，福音派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有神学知识比较准确，但没有行动力，我们不敢传福音。好，灵恩派的优点，他很积极，很会传福音，可是常常稀释啊。建立自己的关系，啊，讲幸福小组没有不好，我以前负责幸福小组，啊，最近脸书跳出来，啊，告诉我曾经我的一个辉煌岁月，啊，我曾经哈、啊、在一个半年里面，我设立了150个幸福小组，啊，那一次我们448位受洗决志，哎不，要受洗决志的还不算，因为有的跑介绍到别的教会去受洗了，因为太远了。对，因为被死的不可能都在你教会隔壁嘛，对不对？有的比较远，那只好介绍到别的教会去。那个辉煌，你不能。当然，我今天这么讲，可是我马上要敬畏。我们最怕，我告诉你啊、哦，双翼系统最重要的是健康，不是比人数多。可是我看台湾教会比较，哎呀，我用细胞小，我用幸福小组，人又增长多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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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告诉你，那会变怪物的。健康。双翼系统那个丰盛教会，它不是韩国最大的，但它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趋之若鹜呢？因为健康，信徒的成长是健康的成长，啊，你不可能，哎呀，我只要手长大，结果脚很短，那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大猩猩，对不对？啊，不能鼻子很长，啊，嘴巴小小，樱桃小口，不行的，健康那个是神的自然的规律。好，其实我觉得最健康的增长叫自然增长，当然这是我主观的经历了啊。好，不要一窝蜂，因为我们看到这么多的一个方法论，方法论不是圣经中的重点，但是台湾教会迷方法论，好没有好好的话语的扎实，灵修很重要，每天灵修，啊，然后呢，这个传福音，你在传福音的时候，那个你读的神的话才会深化，你不传福音，神的话只在这里。会叫你自高自大，大头脑症，对不对？神的话下不了你的属灵的漏斗，脖子是属灵的漏斗，神的话进不到你的心中，你的脚跪不下来，你的膝盖跪不下来，你的脚不会有行动力，你的手不会侍奉。神的话，如果你不传福音，你真的就是属灵的骄傲。但是你有行动，你有传福音，神的话才会扎到你的心板里面，深化进去，你的手才能够侍奉。不管你在社会上有多高位阶，你的手能侍奉，不是选举才会绑鞋带。对不起，我没有讲影射任何政治人物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对不对？当你真的服侍的时候，神的话才会深化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。你的膝盖跪得下来，你多久没有跪下来祷告了？不是教会，在家里，你个人独处，有吗？可能都是哈、哦，这个走到走投无路。跪下来，主啊，救我，对不对？人只有走投无路，好像才会有这个动作，不应该的。那个是生活，每天的生活，能够跪得下来，啊，不要说跪啦，除了教会，我们有祷告，你家庭生活有祷告吗？我真的哈、啊，不记名的这种哈、啊，主观的这个察觉，基督徒会祷告的不多哎，那祷告变成生活的不多哎，那读经变成。生活，我讲的是生活，不是早课呢。管他的哈、啊，要读三章，读完就算，完全没有吃进去，没有吃进去，只是无伦敦早读过三遍，为了要打那个勾，对不对？圣经39:27，然后119章119格，1189格。哎呀，牧师说新约三章，
新约五章，旧约三章，一年就读完了。我就哇，读完的够，读完的够，为了满足，可是又不能说谎，所以不管怎样，先读完，读完的够够够够，牧师读完了哦，祈祷本一本，这样子，然后呢放在家就不会，我们谁买祈祷本，从头到尾上面的字都读过的，那个是很重要的注释啊，对不对？哈。好，所以当时灵恩运动兴起，有一些反过来理性主义的抬头变成敌圣灵派，也不对。我们反对没有圣经基础的灵恩，我要灵恩，我做一个名牧师，我必须要说要被圣灵充满，圣灵充满是圣经中的教导，但我反对违反圣经或圣经没有记载或者窄化圣经记载的灵恩，我要的是符合圣经，叫唯独圣经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些只有理性的就不对。西方有一本圣经，他把所有的神迹奇事拿掉，我非常理性主义的，就类似马其纽顿的敌圣灵派，只剩下道德劝说，没有神迹奇事。耶稣水变酒不见了，死人复活不见了，拉撒路哦，对不对？五饼二鱼不见了，那个是2000年前的神话，通通拿掉。那你说剩下来的是不是神的话？好像也是哦，揭露了嘛。可是那不叫神的话。因为你把神经歧视拿掉，你等于是否定神的作为，你否定神的作为，你还说你信耶稣，但我们也拒绝圣经没有写的，你说是神做的，鬼做的你都说神做的，因为圣经2000年就说了，大有人写了大神迹大歧视，连选民都迷惑，可是那个大神迹大歧视是鬼做的，鬼做的，你说神做的，上帝说拜托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你知道吗？要查验呐、啊，要查验呐、啊，所以两个都不对啊，太那个也不对，太这里也不对，所以要刚刚好。我记得我按摩的时候，好多年了，20年前，啊，按摩的时候，考牧堂问我，我怎么牧会？我有没有跟大家说过？我说我是一个 driver， 我是一个安全驾驶，规规矩矩的，限速80就80，100就100，我不会告诉你我技术高超。对不对？我可以紧急刹车，遇到悬崖停住，只剩10公分，不会，我不会那个叫什么台语叫什么，定格链那个的，我会哦，搞特技，哎，我会降开，然后再降开两个轮子，对不对？还一个轮子哈，好，一个轮子之后还可以弄碗，对不对哈？我脚还可以弄圈圈，哇，我这个牧师好厉害。我们做传道人，神要我们这样做的，神要我们规规矩矩做安全驾驶，就用交通规则来比喻。交通规则，限速50就50，对不对？啊，右转就方向灯，有大雾，雾灯，对不对？晚上就开灯，规规矩矩，定期保养，叫编明年预算呢，定期保养啊。我们老是充人数，为了奉献充人数，其实心里不说的秘密，我们教会这个牧师不行哦。这教会搞了半天还在这么多人，没增加过，来来去去，我告诉你这是不对的。好，评估传道人叫忠心良善有见识，是弟兄姐妹动员起来，好，大家是助手，对不对？好，来协助来祷告，好，不是打年终考核了啊、哦，要不要续聘？薪水要不要增加？牧师啊，对不起啊、哦，你去今年业绩太差。虽然好像进来20个，可是走了25个，所以今年没年终奖金了。那、啊、当然我是夸张的说法了哈，啊，不要用这个比了哈、啊，教会不能走那一套，不能走那一套。好，这个我们就跳过啊啊，那再过来呢？阿波里流拿啊，这个米拿牛哈主义哈，好、啊、坏，因为如果说坏，你说否认基督的人性，那这个阿波里拿牛呢，是检定耶稣的人性，好像去解释。神能恶性，但是这里一点点，那里一点点，变得不神不人呐、啊，啊，不是完全的神，也不是完全的人，这个是好大的问题。那耶稣到底是什么？你懂我意思吗？啊，圣经讲得清清楚楚，道100%的神，承认身肉身100%的人，没得说了，理性通不过，不等于理性最大，理性通不过神的真理，我们以为。错了，神的话错了，理性通不过神的真理，是人的理性错了，不是神错了，神的话不会错，人的理性是堕落后的理性，堕落后的理性有它的限制，所以回教犹太教不能接受三一真神，是因为人的理性1+1=3，非常科学，
这叫理性，这叫 logos， 这叫逻辑，对不对？好，可是神的话却告诉我们，父是神，子是神，圣灵是神，他是独一真神。按照神给我的信心，我顺服，我只能理性通不过的情况之下，我只能在通不过情况之下信心的升华与承受主啊，你是三一真神，这将来的。因为圣经讲到独一真神，圣经也讲到父子圣灵，但是两个在理性的头脑里面冲突了，撞车了，啊，怎么办？很多人要去解释这个三一神，结果都变异端。很多人只想接受他的独一性，也变异端，独神论。所以基督信仰是顺服神，因为信心，因为信以至于信，这是读圣经的态度。我再说，因为信以至于信，这是读圣经的态度。读圣经不是理性的结果，读圣经不是实验室的实验。所以因为信以至于信，我只能阿们，你是三一真神，读三位一体独一真神，因为父子圣灵独一真神，想到一就想到三，想到三就想到一，你的神学一定精进，昼夜思想，永远没有最百分之百的答案出来，可是每次的思想就越趋向三一真神的敬拜，所以有一种神圣的满足或者神圣的不满足，两种都有。每次的敬拜你都会享受到神圣的满足感，也同时觉得还不够，我要更深的敬拜，神圣的不满足。在神圣的满足不满足不是自己的情感，而是思想三一真神。你思想三一真神，你才会，这叫神学的装备，不是头脑的装备。敬拜他才是神学的准确的路径啊！每次我们读的神学的方面的书是敬拜他的结果啊，才是真正的神学变成你的生命，就学神了哈、啊，学神了，但你不会变成神哦啊，变成神你就是异端哦啊！台湾很多佛教，台湾这种佛教异端一大堆哦，人变神的叫活佛。基督信仰只有道成肉身，你千万不要以为肉身成道，别的宗教都想肉身成道，肉身怎么成道？做个金身叫成道，他的尸体好可怕，尸体外面镀金啊，呦对不对？做钢然后牵指到金身，什么时候不坏，对不对？哦，火化之后一堆舍利子，哎呀，和尚吃素，他只是真的，他没有，他守住了这个吃斋了哈，结果舍利子是什么？化验出来都石灰嘛，石灰叫什么？结石、胆结石、肾结石，结石特别多，因为豆腐吃太多了变结石。然后哇，活佛，就是修斋已经变佛了，对不对哈？不是，啊，打这个最后那个他们叫这个过世的，他们有一个术语叫什么？做。好，反正哈，这个不管怎么样，证明他死了，证明他死了，什么肉身不坏，好，你懂我意思哈？好，所以这个我们哈上次提过哈，好啊，尼斯多留主义哈，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再回来哈，马上再进行。好，我们先到这里。